恩典365 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活在神的爱和神的生命里面，每一天都享受神的爱，这样就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。其实不是的，基督徒的人生照样有山有谷，照样会生病，像我一样。可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确即使是在挫折，在生命当中都会经验神的恩典够用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不只是白白享受这些恩典，也要去完成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。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？是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，然后我很认真的去做。其实我在录这一段的恩典365的时候，我所有的侍奉都停下来，因为我在生病，然后我的心脏出一些状况，然后胃出了状况，胃出血，所以我现在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，唯一我继续做的一件事就是恩典365，我继续在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呼召我做的。对我而言，可以活得长一点活得短一点不那么重要，但是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是活多长，我的价值是不管我活多久，我去做了上帝要我做的事，那才是价值。我很认真的做这些，我也很认真的为每一位收看这个短短视频的你，我为你祷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为每一位看这个视频的人祷告，但愿上帝要做成的那个祝福的工作也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去做，我回应神去做恩典365，那就是神呼召我做的。你不需要做恩典365，但是你也有神要你做的事，你愿不愿意回应呢？可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大概都会觉得我不能了，我做不到。我刚开始做恩典，我也觉得，我跟我的同工们说，我没有办法讲三分钟，30分钟我都讲不完我要讲的，我不会讲短的东西。但是当我愿意去做的时候，我就慢慢发现，上帝修我、改我、修我，现在我可以了。我发现，在他真的没有难成的事，关键在我相不相信，要不要跨出去。有一句话真好，一般人都是我看见了就相信啊，我看见了，哇，原来可以这样做成，我相信了，真的可以用三分钟分享。但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常常是我相信，然后我会看见，我相信神能，我相信摩西，相信拿的那个杖举起来指向红海，红海会就会开，所以他就拿起来了。他拿起来的时候，红海开了没有？没有，指下去了就开了。扛抬约柜的祭司把脚踏进约旦河了就开了。他相信顺服着神，透过他的属灵的权柄约书亚宣告的说，把脚先踏下去，他就踏下去了。他什么都还没有看见，但是他相信他跨出去了，他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了。你也是那个站在约旦河边一直徘徊的人吗？你知道上帝要你跨出去，可是你总是觉得可能吗？行吗？我做不到，会不会很丢脸？我鼓励你跨出第一步，然后你会看见，不是看见了才相信，是你相信，凭着信心跨出去，你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